文明帝国六的韩国新领袖世宗是朝鲜王朝第四位国王，被认为是韩国历史上最伟大统治者之一。目前一万韩元上印的头像即是世宗。世宗最著名的成就之一是创立朝鲜文字谚文，目的是促使普通民众识字。而韩国在游戏中的特色单位火车，也是在他统治期间发展出的军事技术。韩国第一部已知小说作品《洪吉童传》也在其统治期间问世。他非常支持韩国音乐、舞蹈和文学发展的特点，也许就是文明帝国六设定世宗加成的逻辑。